什么东西往上升永远掉不下来呢？年龄。什么东西越洗越脏，洗了没人吃，没洗有人吃呢？水。什么东西越热越爱出来呢？汗。家有家规，国有国规，动物园有什么规？哼，乌龟。那教室里呢？圆规。那地球仪上呢？乌拉圭。黑人和白人生下来的婴儿牙齿是什么颜色的？生下来的婴儿没有牙。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打三个字儿，什么字儿？两头牛。什么动物打死了它却流着你的血？蚊子。那么谁天天去看病呢？医生。什么照片看不出来照的是谁呢？X 光片呗。什么布剪不断？瀑布。加热会凝固的东西而且还能吃的是什么？蛋。大熊猫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没有彩色照片。老板不会炒菜，但是他有一道拿手菜。炒鱿鱼。做什么事情要从头来呢？还理发。什么东西掉水里了不会湿呢？影子。什么动物天天熬夜？熊猫。什么人最喜欢别人让他滚呢？在监狱里的人。用什么拖地最干净？还用力。什么事情每个人每天都认真的去做？睡觉。什么车子寸步难行？风车。哪一个月有28天？每个月都有。上课睡觉有什么不好？没有床上得劲儿。什么酒不能喝？碘酒。什么蛋打不熟煮不烂还不能吃呢？零蛋。什么病人从来不看医生？盲人。一个人空肚子最多能吃几个鸡蛋？一个呗，因为吃了一个鸡蛋就不算空肚子了。